今天我们去看一家麻辣烫，听说特别火爆。先从这个世纪大道这条路里面进去，进来300米左右有一个家属院，家属院的门口有两棵这个大树，这个带大树的这个家属院里面进去左拐就是。老板，您这店吃了多长时间了？快20年了。马上20年了，一直在这儿呢吗？啊。他这个菜串的非常的大。你家好了吗？行，过一下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是的啊，小碗宽粉啊。是的。那粉是宽粉，九月粉还有啥意思？啊，无菌粉嘞。我这会儿已经两种没有了。好，来往这放。再几个啥？等会儿再说，等会儿下的时候十步就以后我再来。小心了，小心。好嘞。嗯。大饼。大饼，我待会儿过来吧。拿到啊。没坚持它确实挺辣的。它这个是煮的时候就在那个调料汤里面煮的，所以就特别的入味，然后出来再加调料，它味道特别浓。这家店被安宁的粉丝们称为是骨灰级的麻辣烫，确实是名不虚传，味道确实挺好的。